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刚刚我们看到，在非洲史瓦蒂尼的偏乡部落，许多农村孩子想读书，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与奢求。1992年，来自台湾的非政府组织跨越国界，生根非洲大陆。30多年来，陆续在6个国家建立育幼院和学校，总计驻养超过1500位儿童和少年。其中，同属南部非洲4国的纳米比亚也是其中的重点国家。2023年底，纳米比亚受扶助的28位孩子，以慈善巡演、行脚台湾的方式，向未曾谋面的台湾助养爸妈们表达感谢之意。非洲孩子的台湾行，一场动人的感人之旅，继续来看。来自非洲的孩子表演起中国功夫，驾轻就熟，毫不生疏。这群纳米比亚的孩子们跨越10000公里的飞行距离，从非洲到亚洲展开感恩之旅。谢谢这些远在台湾的助养爸爸妈妈，让他们可以接受教育的洗礼，学习中文，为未来人生积极铺路。时间回到2023年8月，地点是纳米比亚学校。这些18岁以下的孩子，中文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而学生也从早斋过后迎接他们一天忙碌的校园生活。那你们已经准备好书包了吗？是，去学校。但是我们要换的换的东西，换衣服，预备换衣服。下午的课我们要换衣服。1992年，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来到这里，宗教本土化是他们深耕非洲的初心。地球只有一个，人类只有一种，所以地球是一个村落啊，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就好像天上的太阳、星星、月亮。这个太阳、星星、月亮，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拥有它，但是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啊。这个信仰、种族、语言、文化，其实都是这样的。当他们发现还要比传教更重要的是，因为教育不能等，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今天是纳米比亚一年一度的恳亲日，很多家长呢都不远的千里来到了 ACC， 现在才早上8点半，他们都已经带着大包小包的一些行囊啊，还有一些食物要带给他们的孩子，可以看得出这些满满的关爱。哇哦！家庭日这天，家长准备了很多家乡味，渴望见到亲爱的小孩。因为孩子平常都寄宿在学校，
一年只有这一次见面的机会。This is my first time. My mom was the one visiting. Okay. Okay, so come. Yeah, okay.Long time no see, right? Yeah. You cry? Huh? You cry? No. Yeah, but it's been a while seeing them, so I'll maybe cry. Thank you, man.Do you want to do it? Grandchildren. Okay. I think my mother cried. You cry? You cry. Don't cry. Don't cry. You're American? No. 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es. It's okay.So you feel upset? Yes, a bit upset. Yes. I feel a bit upset. That's what, okay. A little bit upset. I'm happy. You happy? You sad? Yeah, a bit upset. A little bit sad. So your family not come? Yes. So you feel sad? 期待相见，却希望落空。思亲之情，失望之余，总让人忍不住掉眼泪。Yes, I want to cry. Okay. Okay. 透过电话。和在远方的妈妈说话。Hello, ma'am. Simon. 一个拥抱，道尽好久不见的思念。纵使感伤，或许失落。却仍告诉自己要乐观以对，因为他们相信明年此时一定会见到深深思念最亲爱的家人。But I will be strong, even though my parents know. Anytime I'm strong, cry, strong, protect, strong, be very strong, my love.非洲西南方的纳米比亚，国土面积为台湾的23倍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纳米比亚的人口数约249万人，有28.7%的人口在贫穷线以下，每人日均收入不到14美元，约台币400块钱。一旦贫穷问题无法解决，下一代的教育就有可能沦为牺牲品。由台湾人创办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包括纳米比亚的6个国家办学教中文，在这里读书的院生都必须常年住校。12岁的一介，在9年前离家求学，家庭日这天，一介在学校没见到亲人，我们带着和他同年龄的如松。一介的阿姨一起回到欧西图的贫民窟一带，这是他们在纳米比亚的家。她是我的妈妈，她是 我姐姐的小孩子。哇，海明呢？住家区域的四周因为不时焚烧垃圾，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塑胶味，生活在这里安稳度日都有困难，孩子的教育更是奢求。I'm feeling very good. Oh, ir afuera todo el calor. ¿Qué dice la que aquí? Sí, qué dice. Cancan, tú sabes ni lo para mi vida porque ya no van. Un rap mata con yo de que curo ni nada. ¿Nai nai 讲什么？我很开心看到奶奶，还有我的阿姨，现在。我没有看到我的妈妈，我一点伤心。故乡的亲人一年见一次面，除此之外还有素未谋面在台湾的助养人，一
界和其他院生，也很想亲自到访，表达由衷感谢。Hello， 你是谁？一健。你今天要表演什么？跳舞还有功夫。现在会紧张吗？不会，不会啊，胸有成竹。他是谁？他叫一周。一周啊？是。这个我们后面有陆续都出现的。一德。我叫一德，德高望重的德。还是有一些朋友会来看你们表演，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讲的？想要跟他们说。不知道。不知道，要说谢谢吗？要。除了谢谢还有什么？还有感恩。孩子们在后台保持最佳状态，要为完美演出做最后准备。你们的皮包我绑好了 ，ready。准备要戴上吗？是。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好不好？你们等一下要表演什么？So, 我们要表演阿现在我们的阿西伯的梦想，环游世界，是，我们要表演 Let's Fly。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他们也知道文字当中蕴含的意义。这个是一方，一介，我是一介。这个是愉悦，宇宙。那个是一叫。一叫，它是有叫无类的叫，有叫无类的叫，一音，一德，德高望重的德，干不干？这个是虚修，喂，这个是阿西伯一修，是阿西伯一修，他是主角。是那个当当当堂，这是我们的少林功夫衣服，这是很棒的衣服，可以学到了。后台的孩子们七嘴八舌，上台演出自信十足，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来欢迎这批可爱的孩子的表演。我以后要当来去德国去读书，怎么用当工程师。车子你想要打造一台车？对啊。中西合璧的歌唱舞蹈，透过肢体语言诠释原创音乐剧，为台湾行留下美好足迹。带着梦想起飞，他们跨越海峡。喜悦与希望，来自台湾的关怀，未来持续传爱非洲。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